这是要干嘛的？他可能有螺丝吗？他怕你撞墙啊。哦，他哦，就是怕你看不到，然后就撞到了。他可能擦太干净，所以他只好让怕你走一走，走一走。可是你会看到自己呀、啊，你会被自己吓到啊。他怕你会被自己吓到。你怎样长太高？对啊，他说哇，虾米，这谁？虾米。